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Qiu Yu, and I'm one of coordinators. 大家好，我是Qiu Yu，然后我是今年的总召之一。然后我有把这份简报放在群组里面，然后大家可以看。然后如果你在这份简报里面没有看到中文啊，就代表我可能懒得打，因为我今天下午才在做简报。然后 if you see some parts which have no English, it means I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in English. I'm very sorry. Next.然后故事是这样的，去年的今天，不一定今天啊，去年的今天呢，就是当Lightning Talk 结束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往外走，然后 Closing 就没有剩多少人，我觉得孤单寂寞觉得冷，所以今年我就决定把 Closing 移到 Lightning Talk 前面，这样大家就可以被迫听 Lightning Talk， 哈哈，我真聪明。The story is last year after the Lightning Talk, everyone and go back home, and no one want to listen to closing. So this year, I decide to move closing before the lightning talk, so everyone can listen to the lightning talk. I'm smart, yes. 然后就如同刚刚说的，我把简报放在 Telegram， 大家可以自由观看。好，然后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就是这三天就是包含 day 零的时候，我们都在做些什么 ？And let's start go to day zero。然后我们第零天在大家都还没有开始前夜派对，也就是还在认真上班的时候，就是一群翘班仔啊，没有没有，就是一群请假的小伙伴们，就是一起来布置，就是我们这整个场地。哎，我发现我忘记做动画了，我好。觉得哦好没关系没事没事没事 ，and the day zero morning we take a leave and decorate the venue， 然后再来就是晚上的前夜派对，就是前夜派对就是喝酒嘛，那个 drink， 哎 piano。哦，不知道为什么前面派对竟然有钢琴了，就有人就秀了一首，虽然有点太吵了，所以大家可能就听不太到。然后不知道大家对今年的前夜派对场地有没有比较满意，因为去年有下雨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年把前夜派对移到了室内。然后如果有满意的话，就麻烦帮我鼓个掌，谢谢大家。好，然后再我们就进入了就是活动当天，就是一定会有议程嘛，毕竟我们是个研讨会。然后就是哇哦，我们把议程表就是印在了外面，就是大家可以一目了然。好，然后所以就是有哎，这张照片有点暗，就是有议程 session， 然后再就是当你听完了议程。哎，刚刚那个跳的有点快，就是跟大家可能有时候不想听一层听到睡着，就是不想就 pass 过去了，也有点关系，但没关系。就再来就是除了一层之外，还有另外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摊位，还有大地游戏的部分，就是 booth， 这个摊位有点多，我就快速的带过 booth。摊位，非常多。镜头在哪里？然后最后就是就大家愉快的，就是结束了摊位的部分。然后就是那些摊位呢，都是由我们社群的伙伴跟就是赞助我们的伙伴一起就是布置出来的。然后就是谢谢。这些sponsor 大大就是赞助我们举办研讨会，然后一样不免俗的再帮我鼓个掌，谢谢他们。然后也谢谢台湾科技大学电子工程学系，然后另外也谢谢就是个人赞助的伙伴们。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用这三张投影片撑过了两天，可。然后再来就是 parent child rest time， 就是亲子工作坊。就是因为我们就是除了学生之外，也会有一些带着小朋友的家长们，然后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小活动给就是学那个小朋友们，就是学习一些例如说焊接啊，就是从小学习当 maker。
然后就是很棒，就是家长的小朋友都可以开心学习。然后就是除了小朋友们之外，还会有就是家长跟小孩，好像有哪里怪怪的。哎，如果你没有小孩没关系，你可以就是认养我们的小卓，你就可以就是喜获麟儿。然后就是不免俗了，毕竟就是我还是小卓组的人，所以我还是要来宣传一下小卓，就是小卓非常的可爱。然后这张照片呢，就是当时我跟那个摄影组的朋友们说，我想要一张小卓会飞起来的照片。他们说没问题啊，我现在就可以立刻让它飞。然后就出现了这张照片。然后哎，这是五只小卓开会的情景。好，然后除了刚刚的那些 session 还有 booth 以外，我们还有就是 yoga wine。And stand and dessert， 不是这个，是这个。然后还有贴纸，然后还有形象照 ，and 国际交流，还有动物交流的部分啊，旁边那个是松鼠，是一只松鼠，虽然看不太出来。然后我们还有一些直缺墙跟社群交流，然后社群交流。然后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就是竹房不及被宰。然后，竹房不及被宰。然后最后谢谢我们辛苦的志工们，就是有他们，我们才办得起这么大的研讨会。最后就是进入大家就期待已久的闪电秀的时刻。然后。